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毒虫倡导无所在，甲警方得智慧，不过也是拆迁改排，和新港分驻所的员警看破卡手。原来就是员警伫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，发现一台机车车牌无清楚，就前查访，起诉车主因为身躯顶有倡导品，表情是真惊吓。个人被员警哦，伫咧身躯顶发现安非他命毒品，甲吸毒的器具。何必警分局新港分驻所？环境上午伫学区内执行巡逻勤务，发现鸟仔瓦子店的头前有一架车牌严重磨损的机车，感觉有问题，所以向前查访。规包摕出来，免倒啦，有物件无啦？几多时阵拿出来？物件摕出来啦，哦，来摕出来，摕出来，摕出来。本所员警于今日早上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，发现在路旁有一部号牌无损的机车。进入店家里面盘查时，发现一名男子，他的神色相当的慌张。果不其然在这名男子的身上查获了毒品安非他命。全案先行将其逮捕后，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法办。另外针对他的毒品上游来源本所会来续行侦办。倒出来。全部倒出来。车主因为把毒品藏在婚阿爸内面，在警方向前搬查时，因为心虚，表情真不安，环境感觉有问题，个人在身躯找出数包的安非他命和吸食器，带回去警局讯问了后，了解青色男子有倒去的毒品前科，专案已涉嫌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送法办。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。